要给吗？要给吗？要给吗？好，前方路口一名女骑士闯红灯，与另一台机车发生碰撞，女骑士的机车倒地，车壳毁损，那么自己本身的膝盖也挫伤流血。那先听一下稍早的访问。你是要倒我林啊？无啦，我要来玩林啦。哦，哎呀，啊人红灯呢？我最近过来欢迎，无我袂。你即摆变得怪欢迎，即摆出几多啊？无啦，我变好改啊。好，这一车祸意外呢，就发生在上午10点多，在彰化市金马路三段上。王姓女骑士共乘呢，因为赶着要去法院和解，行经该路口时，一时没注意到有交通号志，才会撞上男骑士。而警方到场后呢，是立刻对双方来进行酒测，双方都没有酒驾。而警方呢，当场是对女骑士开出罚单。而至于遭撞的男骑士呢，也违法，虽然没有闯红灯，也没有酒驾，不过机车的后方拖着一台小拖车，明显违规。警方当下呢，也立即对男骑士开出一张600元罚单。